哇，好香哦！数字加在一起就可以送蛤蜊或者是肉。保底机制，哦，你如果加起来没有到15的话，他帮你直接保15。大家好，我是德哥，今天来到了竹北。上次我们有来吃过，来竹北就是啊，吃火锅，我最喜欢吃的这一间，就是之前有那个蒜头蛤蜊鸡锅，非常好吃。那这一次的话，我们来吃吃看，每次来这边吃，它都会有新菜单。这一次我看网络上是说，它有一个新的叫做马告什么珊瑚礁那个活动，常驻活动有没有？你刚好生日，今天摄像师生日啊。2月2号呀，2月2号生日，然后他是说数字加在一起就可以送蛤蜊或者是肉，但是你非常的不划算，你是2+2是吧？是，但对对，然后我们刚才有先问老板说，哎，这样就没毛哎，老板说没关系，佛心来的，有保底机制哦，你如果加起来没有到15的话，他帮你直接保15，哦，就直接让你收15块的肉。哇，好香哦。哦，这个料，这个料，哇，哦，这个汤底自带肉盘，乌龙面、丸子面、白饭那个卤肉饭，嗯，它卤肉饭好吃，卤肉饭，看它的卤肉饭，晶莹剔透，有没有？端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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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端，看超可爱的，它都做的像梅花的，这个是肉肉多，哎，真的很多肉，有什么低脂板腱。小肥牛，然后底下还有这个是培根猪跟梅花猪，这肉真的蛮多。他说有20盎司，就是我与你的浓情蜜意。哎，对，他叫浓情蜜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有龙虾，然后上面还有和牛的搭配。这个是我们之前有来也会点的，里面还有鱼片，然后蛤蜊跟两只大虾子，然后这上面是和牛。你生日，老板帮你保底的，保底15片，谢谢谢谢。哇，欸，不马虎哦。它就算送的厚度还厚度还不错。哦，它里面的料也是很多，鸡腿肉，然后猪肚。哇，你看这个油花，超漂亮的。哎呦，西北老马。他这家有另外一个很喜欢的是，他的菜盘很少有那个火锅料，大部分都是圆块食物，很赞。煮一煮就看不出形状，很扎实。它里面是墨鱼碗，非常的扎实，然后是有那个墨鱼的香味。爆浆？它不是海爆浆，它是有汁的。哦，对。哎呦，西北老马，你看，龙虾肉啊，晶莹剔透的。老板，那什么？龙虾鸡腿，哇！你看它的整个一拉就开了。哦，对，那如果你喜欢吃肉，像刚刚我们点的那个肉多多，哦，那个20盎司，基本上两个人吃会很饱。对，那情侣来的话，建议可以点我们刚才那个1314的那个浓情蜜意，啾咪。对，好，这间真的很好吃。